来有好消息要跟大家讲，汉爷爷东就在今天。这一座山都是这次的营业场所，真的要这样弄？今天就是绿化哦，太大了吧！哇哦哦哦，好大哦！拉，再拉！啊！冰冰要死去啊！我祝福你们55岁的时候不会接到这种工，我以后不会再乱上节目。